这个同学你仔细看哦，这个11/2哦，这个题目特别重要哦，我要讲仔细一点啊，讲仔细一点，给他两个赞。我还没有除哦，我还没有除哦，在还没有除之前，我先问你哦，这个在做直式除法或者说长除法，这个叫长除法对，做这个长除法，它的可能的余数，来。同学，我问你，我还没有做，还没有做。其实课本已经帮你做完，但是我还没有做，我等一下会带你做一次。在我们还没有做之前，同学你先猜猜看，它可能的余数是多少？我在还没有做的情况底下，你先猜可能的余数是谁？零嘛，对不对？如果遇到零就停了，这个时候就叫有限小数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有可能是一，有可能是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再来怎么样？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来，同学，我问你，可能的余数有没有可能是十一？够不理我，有没有可能是十一？余数有可能是十一吗？不可能啊，你余数一定是从零到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真正来除除看哦，来，你想废话，二除以十一，来，二除以十一。来，你告诉我，这里要摆多少？零啊，零。所以你告诉我这里是多少？余数是谁？二。哦，余数是二。来，我把它框起来。所以请问谁被我用掉了？二被我用掉了，你有看到吗？二被我用掉了。然后再来哦，没有除完吧？我要继续除哦。好，来，再来，这里要补一个零给他。这里要放一。二就超过了嘛，一乘以十一是十一，来二十减十一，告诉我这里是多少？九，所以请问你有没有整除？没有整除，所以这时候谁被用掉了？九被用掉了，对吧？余数是九，九被用掉了。好，按理说老师那继续啊，因为你没整除，你就要一直除，对不对？你不能 stop， 不能停。你整除你就停啊，对不对？你除尽的话你就停了，没有除尽的话你就要继续除，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接下来这里再摆一个零，来，同学我问你，这里要摆多少？八，八乘以十一，八十八，九十减八十八是多少？二。好，我现在问同学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东西？谁重复了？二啊。来，同学，你看哦，这里余数是二，这里余数也是二。一旦你的余数开始重复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就要发生。这里是0.18，这里是二，等下零放下来，这个数字一定是谁？一啊，啊，接下来一定又是谁？八，啊，接下来一定又是谁？一，叫八，一八一八一八，所以什么东西会开始发生？会开始发生循环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里有同学以前一个观念就是说，老师，那像这种11/2啊，他在除的时候，他因为你在除的过程里面，你就感受到他的余数不是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如果是零就有限小数，可是如果不是零的话，那一定是一到十这些数字在重复出现嘛。啊，以前就有学生说，老师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国中有学过，这个叫0.18，然后上面画一个杠杠，这个怎么念？就是18一直不断出现啊，这个念作0.18，18怎么样？循环，这个叫什么小数？这叫循环小数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像这个11/2，它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小数。它不是有限小数，它是无限。不过这边，在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、告诉我一件事情：有一些学生不太理解为什么数字会循环。有没有人要解释一下？我跟你讲，
有理数化成小数只有两种可能性，一种就是你的余数是零，这种叫什么小数？有限小数，听懂？它有一种就是你的余数都不是零，那余数都不是零，那一定是这些数字在跑嘛，对不对？同学，我问你啊，你这些数字有没有用完的一天？有啊，只要你这个余数重复出现的话，你后面的这个模式是不是就要重复出现？你听懂吗？所以我告诉你，它无限，而且它一定会循环。为什么一定会循环？因为你的余数一定会重复出现，这是必然的。这样了不了解？好，同学，你看到我们课本，来，你往后翻，你翻到那个第四页的地方。Hello， 来往后翻，翻到第四页。他说由例题一可以发现，好，你仔细看哦，将十一分之二化成小数的时候，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一跟八一直不断的循环出现。这种小数称为叫循环小数，来画起来，这种叫循环小数，即为 0.1818 循环，就这样子，在上面画一杠，画一个杠杠，这个叫循环小数，这样听懂吗？这个叫循环节，这个叫循环节，知道哦。然后同学，你再看到下面的写法哦，他说将十一分之二化成小数的过程中，因为除数为十一。所以你的余数只可能是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之中的一数，这表示最多经过十一次的运算，余数就会重复的出现，对吧？好，那余数重复，后面的乘除法的过程就会整个重复。简单来讲，你的三的结构就开始要重复了，就会变成无限循环小数。这样你听懂吗？这样，哎，你说，可是圆周率的。那个小数的话，它是 3.1419， 它可以重复了。它是无限不循环小数，所以它那个叫什么数？圆周率那个叫什么数？它叫无理数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讲这个叫什么数？有理数啊。十一分之二是有理数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告诉同学一件事情，你旁边啊写一下好了。有理数可以分成两类，如果化成小数的话，只有两类。有理数哦，就是这种衍生分数形态的数，化成小数只有两类，第一类叫什么？第一类叫有限小数。然后第二类叫做什么？无限循环小数。然后后来我们之后啦，哦，再慢慢的跟同学谈，之后我们再谈到那个无理数的部分，同学应该就知道，实数分成有理数跟无理数，对不对？来，同学我问你哦，无理数，像刚才同学讲的圆周率，派，对不对？哎，无理数如果化成小数，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数？它是一个无限哦，它不会是有限，因为有限小数一定是有理数哦。比如说，同学你看，像 0.3， 有限小数一定可以化成分数，叫十分之三，对，它一定是有理数。所以这个无理数哦，它一定是无限。它不会循环。对，它不会循环。哦，这很妙，数学很妙，它是无限，然后它后面的数字没不会循环，无限不循环。所以不是有人在背圆周率吗？如果它会循环的话，那圆周率有什么好背？你背到一个程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后面反正后面会循环？可是圆周率，哎，这个不简单，它后面的数字是不会循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不是有那种背圆周率比赛吗？看谁背得圆，对不对？看谁背得比较久。哦，这个重点来了，无限，然后后面的数字感觉好像没有规律一样，什么3.141519下去，好像看不到什么规律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一点那种感觉。好。来，这样懂不懂？好，这里我再跟同学哦，稍微再讲清楚一点。好，这个，哎，我现在看哦，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这边讲的这个东西啊？你看这个余数如果重复啊，你看这个余数如果重复的话，你上面的这个3是不是就开始重复了？
而且你这余数肯定要重复，为什么？因为反正你不是有限小数嘛，对啊，你无限小数嘛，对，就是你反正你就不会整除嘛，啊，不会整除的话，你看嘛，你这一次用掉这个，这一次用掉这个，对不对？慢慢的用，啊，用到后来一定会把它全部用光。你用光，你了不起，考虑最极端的情况，你全部都用光了，你最后一定怎么样？一定会用到重复的啊，对，只是什么时候重复你不知道，我一定要重复看，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可以啊、哦，好，来，我们做个练习，把今天这堂课应该可以做个结束，这样好不好？请看到第四页下面的随堂练习，好、哦，来第四页下面的随堂练习。下面这个随堂练习，哎呀，我带你做啊。来，这个随堂练习，我们给它两个赞，虽然简单，但是它也很基本啊。他说将有理数化成小数，嘿，来八分之五。还有七分之一，啊，我觉得我要求不高了，就是你会做除法就好，好不好？你会做除法就可以。哎，八分之五，你们真的会做哦。来，这个五除以八，这个是零嘛？然后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慢慢再来。这个是零，所以这个余多少？这个余五，对不对？然后五一个零下来，八乘多少最接近五？八六四十八，六六八四十八。然后五十减四十八余多少？余二。然后再补一个零下来，因为你没有除尽嘛，所以要继续除，对不对？来，二八十六，二八十六，哦，还是没有除尽哦。二十减十六，四，再补一个零，哎，可以了。五八多少？四十。五乘八，四十。OK OK， 结束了。你看，是不是除尽了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八分之五。我跟你讲，你要会做这个直式除法，它就是多少？零点六二五。这叫什么小数？请说。这叫什么小数？这叫有限小数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。它后面都是零的啦，哦，后面零六零零零零都是零的，这种叫有限小数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哦，七分之一是不是？来，第二小题七分之一，这个七分之一很值得你做一次哦。来，所有人跟着我一起做七分之一。不过这个七分之一在还没有开始做之前，我先问同学一件事情：你用一去除以七哦，用一去除以七，请问你？可能的余数是谁？我帮你把这题做完就好了。用一去除以七，可能的余数，我还没有除呢，我不知道。然后我问你，可能的余数是多少？你先告诉我它的所有的可能性。一到六，有没有可能是零？哎，说不定也有可能啊，因为说不定会整除的。啊，因为我也没除，我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说不定它会除尽了，变成有限小数。哇，我们猜啊，对吧？啊，等下除除看嘛。来，有可能是零，有可能是一，有可能是二、三、四、好、五、六，有没有可能是七？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余七？余七那你就没有除干净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，就你懂啊。哦，这样不可以。哎、欸，我们除一次哦，一除以七哦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一除以七，好，来，我就把这一题讲完就好。来，同学，你告诉我上面要放哪一个数字？零啊，那零，然后你告诉我，这时候余数是多少？一，我把谁用掉了？哎、欸，讲话，我把谁用掉了？我把一用掉啦，然后接下来对吧？然后放一个零下来，这里要放多少？一，一乘七，这里是七，十减七是多少？三，请问你有没有除尽？没有，
这时候余数是三，我把三用掉了，三也出现哦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很妙，我一个一个用掉，对不对？迟早把它全部用光，对，什么时候会重复不知道。来，我们看，然后这边再把一个零下来，七要乘多少最接近三十？四，四七二十八，三十减二十八，余数是多少？二，哎，二也被我用掉了啊，不错啊，反正早有迟早。早晚有一天碰到你，我咧惊啦，对不？哦，迟早修都会掉。来，二，然后再补一个零。来，你告诉我，七乘以多少最接近二十？二，二七十四吧。二十减十四多少？六。哈，六也被用掉了。好啊，六也出现了，了不起是不是？然后再来，再补一个零。七七四十九，七八五十六，所以这边是八，八七五十六，我的啦。来，六十减五十六，四，哎，四也被用掉，算你狠，对，没关系，屌啊！来，再来，再摆一个零下来，来，七四二十八，七五三十五，五七三十五，哎，同学，四十减三十五是多少？五，哎，余数是五，也用掉了，你都已经把，你看哦，我已经做很久了，你看那边，一。用掉了，三用掉了，二用掉了，六用掉了，四用掉了，五用掉了。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都被我用掉了。然后同学，你再看我这边再补一个零下来哦。然后你告诉我这里要买多少？七七七四十九，来五十减四十九是多少？一，你告诉我，我们说。